然后再变了，再变了，再变了。骑车好危险的，你看那个摩托车，它都冲过来哦。我觉得其实是他们好像也还没很习惯说就是有轻轨，因为毕竟这个交通优先信号应该是要怎么讲？我就觉得，我觉得这栅栏才能值得。可是我觉得，我觉得它这个路段做成高架，我觉得还好啊，不是很困难。因为它这以前的应该是。轨道也是。为什么要转？我们没有要下车哦，我们没有要下车。直插确认啊！直插确认哦。我们就坐到那个。之前不是因为那个这个倒插的话就有点。没有像刚刚不是这样转过来，它只是以后正常运转就不会了，它只是检查正位而已，正位反位。可是我们连口罩都在里面吗？对，我叫你口罩戴着，才能给我放下来。是一个三句狗。电池充很快，应该停一下直接跳99了。那电池板呢？上面吗？对，上面。机电工旁边吗？107年全部都要盖完，确定会盖完了。只是我觉得他现在盖那个有时候会侦测不到，我觉得有点烦，就是。现在他们在做调整，那个对啊，侦测，因为像讯号跟电源设计要有讯号才对。因为那个忠孝新生站那个下行的永远都会对不到，有时候会对不到。你怎么都知道？我搭捷运上学啊。知道啊，我铁路迷啊。太厉害了。对不到是他的，他不是他对不到，是他开门的时候那个没办法侦测到，他月台门也开不起来，有时候会。拜拜。就扣个 yes。可以坐了。可以坐了，哎，你们不坐吗？坐。
在这里可是女的好帅吧拜拜窗户可以照吗？可以呢。我就在椅子。지금예시하시아예시那我就上去玩一个就好了、啊。那里面的东西都很热，都不要。